那看一下天津选手蒋彤，哦，蒋彤第一跳跳得很漂亮，他第一跳跳的是直体尤尔辛科转体540度，难度站直接上去了，是一个5.3，完成也非常的不错，非常不错，低分是一个5.3，来看看，再看一下，控制的非常好。落地很稳，就是所欠的这动力性稍差一些，然后呢这个高度还欠缺一些，其他完成度还不错，身体姿态控制也不错，这个天津啊是有着这个跳马有着光荣的传统，对，这个跳马这个第一个我国第一个这个以我国女子跳马运动员命名的运动员就是来自天津的王慧莹，他是在鹿特丹世锦赛首创了一个先手杆直体降落转180度，这来自上海的国际裁判徐立仁，这个第一跳的难度价值计分是5.3，前面那位是14.32。蒋彤第一跳14.32。下面他马上进行第二跳。啊，也非常漂亮。前手翻曲底前翻转了180度，这个难度价值是5.0。